前方有状况，塞车了，但仔细看是一级保育鸟类地质，而且他们好像正在对峙，绕过来看过去，下一秒竟然出手了。就这样，驾驶也不忍心打扰他们，等到斗到心甘情愿才通过。可爱场面就在嘉义阿里山台十八线附近，林姓驾驶工作完要下山，发现前方路口被霸占，两只像在玩又像在打架。但是在台东街头，这里可是真的有黑帮在火拼。先是两只黑衣鸟压着另一只打，它也不甘示弱，想反击，即使被打趴在地，还是要出脚踹一下。打群架模样全被路人直击拍下。近来外来种泰国八哥繁殖力强，个性凶悍，不仅会抢地盘，还会排挤其他鸟种。这回像是古惑仔黑帮斗殴场面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八哥哦是外来种哦，它很强势啦，所以台湾现在哦。麻雀的数量也减少很多了，因为它去吃别的 鸟类的幼鸟啊。就是因为鸟类也跟人一样，会有脾气，会有个性，表现出来的动作就跟人一个样，总是吸引鸟友们抢拍，记录他们的可爱模样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